我是刚刚的车长，一十年了，10月11号，这是我的第二轮汤品，18:34，是我叫了蛤蜊汤、寿喜烧，以及2碗现冲牛肉汤，还有一些炒蛤蜊。这我第二轮，我要赶快来吃。我觉得他这间店口味跟其实都差不多的吧，但也毕竟我觉得还不错，还蛮好吃。所以就来这家试试看他们的口味，对吧？还蛮开心的。好了，就这样，谢谢各位的店。8:34，10月11号，开设，想吃天狼星一店的口味，刚刚这是天宝宝。